马上第二章就会让你放松心情，放松心情一下。整个来讲，第二章的取势核心就是 A B A C A。那 A 一开始那就说它是快板，但是不会太激动啊。相对第一章的下臂就没有那么重啊。那怎么样？第二章开始的 A 到底应该是这样的开始。Thank you.
嗯。